您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你是？这，来，咱们继续参观啊。这边是咱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漫画展区。可以了，等一下，我没事，放手。青年，哎呀，你就不能好好听话吗？啊，你跟我说没事，谁信呢？你现在是不是还没退烧呢？啊，你在别人面前逞强也就算了，在我面前逞强干嘛呀？现在就跟我去医院。不去也不可能。你。小朋友，你看什么呢？不是要战斗了吗？你把他按在墙上，不是要打架？谁跟你说我要战斗了？切，秀恩爱。现在小朋友的这种态度。让他我去工作。照顾你是我的工作。那店家是我老朋友了。哦，那他更应该放你走了。我总不能在人眼皮底下走吧？就等你这句话，我有办法。哎，金老师，你小心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对不起啊，季老师，真后悔答应你。我这不是想着你的面子吗？接下来我们俩往哪儿走啊？那边尽头有电梯到停车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建筑师，当然清楚商场基本构造。啊，那是不是以后跟你逛商场就不怕找不到厕所在哪儿？在你心里我有这用处啊？你要是想要其他的用处，我们可以慢慢相处的。闭嘴。那边什么声音这么吵？好像是什么活动嘉年华什么的。这玩意儿谁什么时候来啊？跟别的还真不一样。来，别吵。这个，季老师，别打望了，离你最近的只有我，你就专心依靠我吧。走吧。你少得寸进尺。哎，知道了，扶你，慢点啊。伤到脸，吓死我了！啊，主席。